胡信惠和崔泰俊的婚礼在22日完美落幕。整场典礼，不管是夫妻甜吻，还是誓词讲到哽咽，所有像是电影般的浪漫情节都狠狠感动大家。而在结束一整天的仪式，他先是在 IG 发文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祝福与祝贺，并附上两张穿着传统韩服的婚纱照。简单的照片，靠着他自身气质与超高颜值，散发满满的传统美感。虽然没有跟新郎同框，不过这次终于是看见他明显凸起的肚子。也算是他首度曝光孕肚，之后他更是玩开，在现实动态公开隐藏惊喜包，是一张被标注无法放弃搞怪的花絮照。照片中他挺着孕肚和老公跳双人舞，崔泰俊更是顽皮把脚翘高高，泄露夫妻俩私下搞笑相处的一面。看到朴信惠能跟老公一起活泼互动，身体状况应该是保持得很不错。虽然怀孕几周他还是没有透露，但可想而知他们的宝宝一定会很好看的。